你跑哪儿去了？我迷路了。啊？老公，我饿了，我饿了。这又是哪儿啊？爷爷家不长这样啊，不会是有鬼吧？啊，我的妈呀，你小子怎么这么差啊？这不有信号的吗？喂喂，老公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迷路了。啊？迷路了？你笑什么？你赶紧给我发一个位置共享。共享不了，家里屏蔽信号了。你告诉我你在哪儿吧。我就在院子里啊，但是我找不到回去的路了。院子里？哦。可是你前面都有什么呀？我面前有一排树。啊，我背后有一个亭子，亭子上都是灯，还有好多花。亭子，你这么着吧，我往天上开个信号枪啊，你往天上看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哎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说实话，老婆，是不是因为饭不好吃，想离家出走啊？你还开玩笑，我都吓死了。吓死，吓死了，吓死了！赖我，赖我，赖我。明天开始，我一定带你熟悉地形啊。